张智霖同薛家燕呢日出席新身份证换领中心嘅活动。提到太太袁咏仪早前为内地真人 show 减咗差唔多20磅，唔知 Tram 有冇陪靓靓一齐减磅咁呢？其实大家食嗰啲嘢都系差唔多嘅啫，即系你话，同埋平时嘅大家生活习惯都系时常一齐，咁所以要做运动嘅时候都一齐做嘅，咁我都觉得自己系有状态嘅吓。我其实真系冇乜压力，其实佢对自己嘅要求亦都好高嘅，咁我相信佢嘅出嚟嘅效果亦都会非常之好嘅。咁你话？譬如我如果有工作是需要特別瘦啊，或者好像演唱會咁樣啊，咁 我相信我都能夠做到嘅。咁而家靚靚瘦咗咁多 ，Tram 又中唔中意啊？唔好太瘦啦，我覺得有時瘦並唔係一個靚嘅標準嚟噶，即係我諗係精神同埋係容光煥發先至係。